就是是什么呀？要回想早当时啊，我只恨到平时在路边，希望只用来照耀另外储存，其实不知影我后代的人生感觉也足焦虑，在咱的人生总是无甲看，看恁后代的人生是怎样不平凡，感谢你愿意对阿阮讲，阿我阮认你了解你是人。把酒爱冰，温喜怒哀乐，当叫着爱，难免有趣味。只是我内心的痛苦，啥人知？你台顶看的是别人的人生。亲爱的，我已经老了，干这事啊，生来嘛少有勇气啊，哪有可能来放弃的呀？这是当然啦。阿爹讲，大卡十年功，大顶三分钟呀。是啊。是啊。我先讲你每一人，大顶的演员都是真打拼、真努力，唱这个成果嘛。在我无卖，请问是二台？是安怎哩？看你年纪轻轻，你来匹配大帅一样。哇，海东，也你也想了解我的初心。他别讲，我人生确实嘛真多苦涩。为着生计不得志啊，也做一个死胎，占到阮生计，处处面对海浪来攻击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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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
在厝底花边，这是姻缘，将咱两代牵成。啊，四太，本来是安尼，真歹势，无去到你过往的时事，啊，真正乎你提起伤心的往事，真正抱歉，是我不对呀。无喏，海大，你唔通讲抱歉。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出身，故事都无同款。其实我心肝头有足济话，找无一个好地址通我讲出来。今仔终于有机会了。师太，难得会当当到一个知音者。啊，对了，时间无早，我必须要回转来去了。手里赶紧啦！我有啥事情，才麻烦你了。你放心，有我伫咧，万事你不用